2006年，雷哈内赫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大学生，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但一年后，19岁的她就成了谋杀犯。事情起因于2007年春天，她在一家冰淇淋店跟客户电话讨论商展展台的设计。一个自称整形医生的中年男子注意到她，并邀请她帮自己改造诊所。就这样，她很高兴地认识了萨班迪医师以及医师的朋友谢赫。萨班迪想要改造的诊所在5楼，雷哈内赫应约过去，看到的却是一个私人住处，而并非商业空间。他很惊讶，但还是开始做笔记。只是他要求把大门开着，可萨班迪却关上大门，转身向他靠近。他试图跑出去，但大门被锁住了，他想要尖叫却又发不出声音。萨班迪抱住他，手里抓着他的头发，脸颊贴紧他的脸颊，说，这里没有人了，没人能听得到。雷哈内赫意识到危险，他看到桌上有刀，便抓起刀警告说，我会杀了你。萨班迪不信，还把后背展示给他，说，你来杀我呀。雷哈内赫真的拿刀刺中他，他震惊极了，然后愤怒地拔出刀，举起血淋淋的拳头。雷哈内赫开始踢门，接着门锁转动，萨班迪的朋友谢赫过来了。雷哈内赫趁机跑出大门，回去后他没跟父母说起这件事，直到警察夜里来家中逮捕了他，父母才知道出事了。审讯持续了整晚，第二天清早才结束。再次见到父母时，雷哈内赫低声说，他们扭曲事实，想把这件事变成政治事件。周一早上，各大报纸都登出外科医生遭女设计师谋杀的新闻，内容为有人在餐厅见面，然后就发生了谋杀。雷哈内赫被描述为一个连环杀手，家人们对此都很震惊，也觉得难以接受。他们想给女儿请律师，但负责调查此案的沙漠警官却不允许。后来他们才听说，萨班迪是特勤单位的大人物。这个消息让家人们陷入焦虑，母亲肖拉甚至紧张到失眠，觉得家里都不再安全。سه مرد هیولا در اتاق کوچک منتظرم بودند. برام بگو چگونه قتل انجام گرفت. من وقتی مورد هجوم از طرف دکتر سربندی قرار گرفتم، در دفاع از خودم به او یک ضربه چاقو زدم. دختر ادا در نیار و واقعیت رو بگو. گفتم واقعیت همینه که میگم. لیها نیکا 则开始经历难熬的刑讯。他一次次解释自己挥刀只是出于自卫，但警察却认定他在说谎，然后就粗暴地吼他，拿棍子打他。他皮开肉绽地回到牢房，身边都是妓女和瘾君子。以前他从未注意到这些人，现在却只有这些人会轻抚他的伤口，并为他流着泪说，希望这些混蛋都死掉。不久，雷哈内赫被转移到埃文监狱的隔离牢房，沙漠警官告诉他，父母不要你了。他伤心极了，可实际上父母并不知道他在哪，所有的见面请求也都被沙姆驳回了。沙姆说，如果让父母见他，就会给他力量。都怪父母的教育太欧化，让10几岁的他拥有了手机，所以才会有这种结果。警察也在雷哈内赫的房间里搜查了很多次，因为实在找不出证据，警察就伪造了搜查结果，将床垫下藏着刀鞘写进报告里。同时警察又让雷哈内赫去观看其他女孩的受刑惨状，并威胁说，如果她再不招供，警方就会把她14岁的小妹抓来经受这种刑罚。为保护妹妹，雷哈内赫只好按照警察的要求承认刀是她预先买的。之后的折磨并没有因此结束，为了避免更严重的刑罚，雷哈内赫又陆续招供了不少，包括一件政治动机谋杀案以及几段男女关系。一名出狱的室友把雷哈内赫的狱中遭遇告诉了肖拉，肖拉去检察官办公室大闹一场，要求探望雷哈内赫。这个要求一开始被拒绝了，但第二天早上沙姆就打来电话，同意雷哈内赫与家人见面。家人们来到艾文监狱，尽管交流时间只有2分钟，但雷哈内赫已感觉到安慰，他知道家人们都还爱着他。过后他被转移到普通牢房，家人们每周二都会来看他。这年冬天，
他在监狱里度过了第一个新年。不久，第一个判决也下来了，因为通奸的罪名，他被判鞭刑30下。母亲无法理解，明明是萨班迪想强奸，结果却是雷哈内赫接受惩罚。父亲试过找律师，但没有律师肯接这个案子，理由是案子背后有人操纵，以避免特勤单位陷入丑闻。听审在雷哈内赫被捕1年半后举行，萨班迪的家人全部到场，那些女人都穿着黑袍，看起来非常虔诚。这场审判，雷哈内赫被诉故意谋杀罪。伊斯兰教法规定，谋杀他人者将被判处血亲复仇，也就是说，死者家属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对待加害者。庭审时，雷哈内赫努力为自己辩护，他打算说出真相，揭露那些折磨他的人。可萨班迪的长子贾拉尔却屡次破口大骂，打断庭审进程。休庭期间，雷哈内赫忽然发现有个对他施行的人也在现场，还对他做出割喉的手势，他被吓到了，因此在之后的庭审中，他没再提起自己所受的折磨。贾拉尔要求处决雷哈内赫，但法官认为目前调查不充分，还需重新调查。结果，这个法官很快就被调离本地，接下来将由从未学过法律的革命卫队成员塔斯特来担任法官。有律师认为，很多对雷哈内赫有利的证据都被销毁了，特勤单位也不希望谢赫的名字出现在庭审中。塔斯特法官则在媒体上抹黑雷哈内赫的家庭，说他父亲是酒鬼，经常打骂家人。之后的庭审中，塔斯特根本不给雷哈内赫自我辩护的机会，他用攻击性的措辞将雷哈内赫描述得像妓女一样，甚至还对雷哈内赫说，你应该让自己被强奸。2009年12月16日，法庭认定雷哈内赫蓄意谋杀，对他判处血亲复仇，由被害人家属以绞刑执行。雷哈内赫在日记中写道，我的一生都被毁了，我也成了一个谎言，真希望我一开始就没出生过。要想解除血亲复仇，就需要向受害者家属提出和解，请求宽恕。因此，雷哈内赫的母亲肖拉打电话给萨班迪的母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谈了1个小时，只希望对方家庭能给雷哈内赫一个活下去的机会。1个小时后，两人约好明天再聊，但到了第二天、第三天，肖拉再打电话过去，对方都不接了。雷哈内赫知道自己面临着死刑，他开始回顾过去，想念家庭，然后将心情写在日记里。چیزی که بسیاری از زنان زندانی هرگز تجربهش نکردند. زنان زندانی بر اثر وقایعی که تحت اختیارشان نیست، مجبور به رفتن مسیری میشوند که الزاماً خواسته قلبیشان نیست. دانستم که حتی در شرایط سخت میتوان با جرقه‌ای شادی کوچکی را روشن کرد که تبدیل به نیروی مثبت شود. برای فرار از دلهوره، سومین تولد دور از خانه را برای خودم جشن گرفتم. رقص. از هر مدل و سبکی که به ذهن میرسد. لودگی. قهقهه‌های بی پایان و از سر خوشی لحظه‌ای. من یکی از بهترین روزهای زندگیم را در کنار ضعیف‌ترین زنان زجر دیده گذراندم. زنانی که تمام زندگیشان را در زندان بودند یا در خیابان.2011年，雷哈内赫被转移到条件更为艰苦的沙赫雷伊监狱，这里关押着2000多个女人。雷哈内赫交到了不少朋友，也听到了不少故事。有个叫米娜的女孩，从12岁起就被母亲强迫卖淫，只为了让家里的2个兄弟过上好日子，而她也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后来甚至还使用各种手段，引诱了更多的女孩像她一样。有个叫玛莎的姑娘，11岁就被哥哥强奸，后来被米娜引诱走上卖淫的路。纽莎则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离婚的父母抛弃，无家可归，为了填饱肚子，她不得不开始贩毒，然后被抓进监狱。对15岁就已入狱的卡米拉来说，雷哈内赫就像一个家长，总是会支持她，关照她。她还记得小时候，有一天爸爸和朋友在家里说话，但不久爸爸就出门了，爸爸的朋友走进房间强奸了他，
他希望爸爸能救他，可当爸爸回来时，他才发现其实爸爸早就知道了。后来卡米拉的妈妈杀死了爸爸，因为爸爸不仅吸毒，对家人也不好，妈妈要求卡米拉和妹妹一起承担杀人的责任。结果妈妈、妹妹还有卡米拉都被判处血亲复仇，即将面临死刑。那时他的妹妹才11岁。这些故事让雷哈内赫渐渐感受到一种责任。他在日记中写道，强奸和自卫的法律都是由男人制定的，可男人怎么能懂得女人被强奸后的身心交瘁。雷哈内赫开始接受记者采访，为狱友们大声呼号。母亲肖拉也开始在脸书上发文，表达对雷哈内赫的支持。随后很多人加入进来，共同为雷哈内赫发声。肖拉通过参加各种集会，将雷哈内赫案件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狱友卡米拉终于在雷哈内赫的鼓励下，勇敢地在法庭上说出真相，他并没有杀死爸爸。最终卡米拉被无罪释放。不知不觉，雷哈内赫已在监狱中度过了7个冬天。每年冬天都有不少女人被处决，但雷哈内赫的死刑却一直没有被执行。有一天，母亲肖拉找到法务指导哈吉，想为雷哈内赫求情。既然没有执行死刑，那就尽快放了他。哈吉当时答应了，可第二天又打电话来说雷哈内赫已在处决名单上。肖拉急了，他马上联系贾拉尔请求宽恕，为此他甚至愿意替女儿去死。贾拉尔的态度却是回避，因为他的父亲已无法复生。肖拉把处决的消息发布在脸书上，声援雷哈内赫的人群迅速壮大，并在伊朗境外引起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外国媒体开始报道雷哈内赫的案子，甚至在美国官方与伊朗救和问题见面时也谈到了此事。肖拉说，دفتر رهبری افرادی اومدن به من گفتن که آقای ظریف بسیار ناراحت شد و گفته که هر روز من مجبورم درباره پرونده این دختر حرف بزنم، یا بکشید یا آزادش کنید که ما بتونیم مذاکراتمون رو انجام بدیم. لهانیکا 告诉母亲，这七年来他没有吸毒，没有自残，在监狱里也没有敌人，他不害怕死亡，但他绝不会自杀，因为他喜欢自己的人生。终于贾拉尔表示愿意原谅雷哈内赫了，但条件是雷哈内赫收回对萨班迪的强奸指控，从而为萨班迪恢复名誉。肖拉松了口气，觉得案子终于能有个好结局，可雷哈内赫却拒绝收回强奸指控。他说这不符合事实，因此他情愿拿命去战斗。不久，雷哈内赫被转移到另一个监狱执行死刑，雷哈内赫的支持者们也随时赶到那里，将监狱围住。结果这次死刑被叫停，他又被送回沙赫雷伊监狱。西方各国出现了大量要求释放雷哈内赫的游行，贾拉尔也遇到多方记者的采访，他非常困扰，因为他相信父亲绝不会强奸他人，分明是雷哈内赫在撒谎。خانواده ریحان جباری در واقع از شما و خانوادتون بخشش میخوان. بخشش در مقابل کسی انجام میشه که دروغ نگفته باشه و اتهام دروغ نداده باشه. 而对此时的雷哈内赫来说，指控已经不重要了，他已原谅了所有对他施压的人，包括抓他的沙姆警官以及审判他的塔斯特法官。2014年10月24日，这是圣月的前一天，根据伊斯兰教法，圣月期间不准进行血亲复仇。家人们都以为接下来的2个月雷哈内赫不会面临处决，
可是周五那天晚上，雷哈内赫却突然打电话来，要求最后一次会面。家人们来到监狱，见到强作平静的雷哈内赫，全家人相处了两个小时。分别以后，肖拉立刻打电话给贾拉尔，他们要在今晚执行死刑。你知道是在哪个监狱吗？贾拉尔大吃一惊，说还没有人通知他。萨班迪的家属必须参与死刑的执行，这时肖拉还抱着一线希望，只要贾拉尔他们愿意原谅，仍然可以随时停止死刑，但如果他们不原谅，就必须拉出雷哈内赫脚下的椅子。这晚，肖拉焦急地等待着女儿的消息。天亮时，结果传出，雷哈内赫被处决了。这是2023年上映的德国纪录片《德黑兰奇冬》。雷哈内赫在伊朗的监狱里度过了7个冬天，从19岁时的害怕无助，到26岁时的慷慨赴死。他经历过灰心和失望，尝试过忍耐和退缩，最终，他选择了勇敢地为了女性的权利去战斗。纪录片的素材大部分来源于他在狱中的日记，以及家人和他的通话录音。他在日记中写道，雷哈内赫的战斗最终止于26岁，但伊朗女性的权益之战却并没有停止。那些敢于为雷哈内赫发声的人还将继续行进在抗争的路上。肖拉失去了雷哈内赫，此后她仍在继续为女权而战。在她的投入抗争下，许多女人得以免除死刑，但她也因此受到巨大威胁。2017年，肖拉不得不带着小女儿逃往德国。2021年，另一个女儿也终于在德国与他们团聚。只有雷哈内赫的父亲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护照，所以至今依然无法离开伊朗。自身的权利只能依靠自身的斗争来实现，在宗教限制的大背景下，女性权利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斗争意味着一定会有牺牲，但顺从也并不代表着一定安全。也许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暂时的苟安，但总有一些觉醒的女性情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要给女性争取一个平等的未来。这条路很艰苦，好在路上的人一直都在，而且不会断绝。何止电影，让我带你看透电影的一切。我们下期再见。